嘉义没有加美乃滋不是凉面，好不好？很沙。牛杂汤。这个里面有牛筋，这应该是肠子部位的，可以看得到牛肚。对对对对对。阿姨在结婚去，油条加杏仁茶吗？安尼三十五，啊加蛋45。哦，加蛋，那我要一份加蛋的。嗯，两份啊。两份啊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哇，很酷呢。哇。哇，开车来一定要吃。抓嘴了。朋友推荐打娘胎出生，吃25年，吃到现在。打娘胎出生应该开不止25年了吧？厉害呢，难怪可以吃。加蛋呢？我没有吃过加蛋。我也没吃过没有加蛋的。那我们应该点一个没有加蛋的。加蛋下去我觉得很香，而且你会吃到那个蛋的感觉，很像蛋花。哦。你看杏仁茶是热的，那个蛋下去马上就熟了。你知道它其实加蛋只有加那个蛋黄吗？它蛋白没有放。我刚好看到。Yeah， 嘉义那么多珍贵，但是很多都不在我的生活范围，只有这一间阿婆珍贵。有一个大婚的，啊，加一个卵，还有一个炒鸡汤啊。看到了，超级辣。我本身是不吃辣，可是这个蒜泥是必备啊，不管吃什么都一定要蒜泥。有吗？吃到嘴巴越臭越爽。我觉得它那个煎会煎得很漂亮哎，就不会有很油腻的感觉。你到底要加多少啊？它这个贵是乳糖贵，跟一般的萝卜糕不一样。你看金黄色的，它吃的时候有那种葱的香气，蒜味超爽。我觉得它这个蛋好漂亮。这是标准配的，整柜加蛋，还有一个油豆腐汤。How much this？ 唔知。这样55，这个 set 55，够了。加汤吗？还是另外？加汤。加汤55，加汤55。加汤55。Oh my god！ 嘉义的东西就是叫你瘦，太扯了。嘉许来宾直接不会那边，嘉义的整柜有很多选择，但是西区隐藏版就是这条吧，阿婆整柜。阿婆很可爱啊，你看阿婆。美乃滋，美乃滋，你不知道吗？嘉义没有加美乃滋不是凉面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吃就知道了，一定是让你为之惊艳。很搭，鸡蛋豆腐也加上凉面，我觉得蛮妙的。我没有吃过加美乃滋，颠覆你的想象。你没有说有加美乃滋，我不会知道那是美乃滋。它的确有点奶味在里面，跟我们原本在吃的美乃滋其实不太一样。跟你讲，这肉粽我从小吃到大了，全台最强的肉粽就在这里，而且我只服南部粽，好不好？爱吃南部粽就这一间了。我也是
就吃南部粽啊。你不是爱北部粽？谁说的？我是南部粽控，好不好？两个花生肉，小马哥，三个好了，两个一个放。这你不是要买外带吗？那个等一下再说，那个等一下说。哎，对，拆开我这边吃。哇，哎，谢啦。这一间从我小时候就开了，从有记忆来，我爸就买给我吃，吃到现在，我每次回家一必吃。超多花生的。哎，没吃到肉。我刚才想说它是全部都拌花生，我们之前吃的那种才走。这是花生肉粽。有，哇，很多料哎！这是蛋黄吗？还是肉？这个没有蛋黄。哦，真的超厉害，我这个一次吃四个都没问题。他生意很好呢。那他这边可以宅配。像八点多人都好多。等下直接外带10颗回家。好啊，姐姐已经交代你了。对，我姐已经交代我要买。它叶子味道有增进它那个粽子里面，所以味道很香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它可以生意这么好了？花生一粒粒，热大花生好。这那么大颗，一颗30，这台北没有的价钱。有。哎，我哎超大锅耶！我要直接点了。在东市场里面，是我们这几餐里面最昂贵的一餐。对，这一碗100，价格不菲啊。对，直接我一个礼拜的饭钱。这个里面有牛筋，这应该是肠子部位的，可以看得到牛肚。嗯，好香哦，油的香味。你说牛的油的香味吗？嗯、牛的油香，就是应该肚子部位。好吃。如果你喜欢吃牛杂的话，一定超爱。它很轻哎，就是那种清汤型的，没有过度调味的。早餐不要吃的太油腻啦。是在市场里面的一家，非常多人。超多，里面最多人就是这家。这家应该是我们这几天吃的早餐厅开到最晚的一家。那开到下午一点。持续锁定我们，你会知道更多的美食。